Hello，我叫睡睡 Bus Sleeping Pen，你睇紧嘅系 Toys TV。睇咗 Mission Impossible 未啊？未啊？未啊？咦，咁多咁唔穿住啦，下个礼拜先讲啦，咁就。我好想睇，但系老婆啊，唔睇。吓，竟然？咁咪你睇咯。但你有冇睇之前嗰两套先？要续住噶。咁啊，唔系咁，但系佢好多套噶喎。同埋我真系第六集同第七集嚟。咁要睇，要睇。即系我系女人，我都会好中意佢。即系呢套要睇，我觉得。因为我见啲影。一来佢下一集系楞住呢集噶嘛。大结局啊嘛。呢个系上集嚟噶嘛。即系连你都赞就好劲。唔系咁讲，其实就我今次其实嘅瑕疵比较多嘅。诶，竟然。比较起五同六咧，七嘅瑕疵比较多，但系。佢嘅瑕疵比較多，都係非常之勁嘅電影，即係都係值得睇嘅咯，都係值得睇嘅，係啊。但係因為呢個系列嘅 Mission Impossible 咧，我自己覺得就一直都自從三開始就一直都 keep 咗個水準啦，去到五六就真係超曬班啦。比較喺同期嘅娛樂片嚟講，咁七咧其實佢就都 keep 到呢個系列嘅某啲 quality 嘅，但係有啲地方我覺得即係。在個故事嗰度咧，今次反而就有啲地方可以彈到，因為對於我自己嚟睇咧，其實我唔係啲睇故仔好挑剔嘅人。你竟然唔似喎，我覺得你好過挑剔喎。咁五六我真係冇得彈嘅，我覺得。冇得彈嘅咧。五睇嘅時候，哇！我真係冇得嗰啲娛樂片，但係個劇情可以寫到咁樣樣喎。即係喺第五集嘅時候咧，即係有新嗰個女主角咧，即係Rebecca Ferguson 飾演嗰個新嘅英國特務啦。佢係。佢個上司又唔信任佢，但係繼續利用佢。跟住佢潛伏喺嗰個犯罪組織嘅嗰個阿頭，亦都唔信任佢，但係繼續利用佢。真真正正嘅兩邊都不是人喎。係啦，但係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可以有能力操控到你，我雖然明知道你係奸細，即係英國政府又覺得你可能叛變咗，而嗰、那個即係個奸角啦。亦都覺得你是英國特務嚟嘅，我根本上就不信任你。但是他能本事係兩邊亦都繼續用呢個人，因為我覺得我可以鉛制到你。另外甚至Mission Impossible 嗰邊Tom Cruise 嗰邊亦都唔能夠暫時一下子就話完全信任他，但亦都覺得我哋係可以互相利用幫助到嘅。即係呢一個人際關係咧，喺一套電影度，喺一套娛樂片度咧，係可以表達到咁好咧，係真係好犀利，我覺得。呢嚿係咪？电嚟嘅，包咗呢个嘢嚟嘅，但今次嘅故事咧就比较，我睇咗一次啫，咁我唔知道系唔系我睇得唔够睇一次用心啦。但我觉得个故事咧就有好多嘢就未交代到，定系要等下一集咧？唔知，但系暂时就算净系以个 setting 嚟讲咧，今次嘅反驳位比较多嘅。我睇戏最扎使就呢啲。系啦，即系点解要咁样做咧？点解要即系有冇理由咁样啊？咁即系嗱，我暂时因为大家可能未睇，我就唔想剧透住啦。咁可能咁多啦，下次或者我自己开节目直播讲啦。咁但系以五六我係完全冇呢個問題嘅，咁七咧今次反而咧就好多 moment 我有呢個問題，就覺得啊冇理由咁樣寫，好似兒戲咗啲，或者某啲選擇，我覺得咦以前唔係咁做嘅喎，咧今次譬如有啲鞋吹功夫片嘅即係鞋吹嘅呢個車嘅追逐場面啊，鞋吹嘅係啦，即係有啲鬼馬神仙車嗰啲感覺出咗嚟啊，咁但係以前係唔係咁做嘅嘛，即係冇咁誇張，咁同埋今次因為佢係一個上集咧，佢你覺得佢個時間係充裕咗。同埋佢成兩個半鐘頭啊嘛，咁有啲變咗交代方面就更加好啦。咁有啲動作場景咧，佢係比你睇慣嘅動作片長嘅，即係譬如你以前一個追車嘅追逐可能係幾十分鐘啊，今次可能係跑足十五分鐘啦，因為我冇睇表啦。佢其實拍曬尾嘅上下集，佢應該係拍咗噶啦。嗱，我就唔知，但係佢因為佢預計係下年上嘅，咁如果講得下年上，佢應該係拍咗嘅。應該好似 Arrangers 咁樣咯，三角色。佢應該係拍好咗噶啦。所以今次係有啲以往嘅，我覺得呢套劇集好 impress 我嘅嘢咧，今次係冇咗嘅，即係有啲沙石比較多咗。但係講到尾都同埋今次係向第一集好多致敬位，
即係無論係個一開場嗰座場戲嘅鏡頭嘅擺位啦，用翻阿 Brian De Palma 嗰啲即係 close up 低炒跟住打斜個鏡頭，令到你個人咁樣斜出嚟嗰啲啦。咁某啲主角嘅小動作啦，玩魔術 trick 嗰啲，即係佢有時突然間阿 Ethan Hunt 啫，佢玩一啲類似好簡單嘅魔術。咁呢個係第一集嗰度，我記得係有嘅。咁同埋有啲橋段咧，你係要諗翻第一集個 setting 嘅，就係咧，阿 Ethan Hunt 係一個好容易中意女人嘅人嚟嘅。嗯，即係你諗翻，其實由第一集開始咧，其實佢好容易就中意嗰集個女角嘅，即係第一集嘅 Emmanuel Bear 啦，咁跟住哇，你個發音好勁，係啊 ，Emmanuel Bear 啊，哇，我嗰個年代嘅女神啊，不過後屘就過度修整啦。19啦，系啦，咁仲有咩咧？系啦，好多第一集嘅，無論甚至係嗰啲火車啊，嗰啲嘢都係致敬翻第一集嘅。咁好多嘢可以講啊，呢個咁就開一集。anyway， 個處理，尤其是個女角嘅兩位女角嘅處理，由新嘅女角嘅處理，即係阿 Peggy Carter 啦，即係阿美國隊長嘅女朋友啦。咁似喺呢一套戲入邊咧，近乎係擔正嘅，即係佢先至係嗰個主導，真正 center 喺嗰個人，因為透過他的經歷你再去認識這個 Mission Impossible 的這個組織，這個處理都是非常討好。比較起另外一套都是有一個女角擔正，就是 Indiana Jones 呢，這個就討好很多了。Indiana Jones 那個就比較不是那麼討人喜愛了，女主角好，有時間再說埋齋。有沒有什麼觀眾的什麼問題我們需要順便回答呢？不可以變回成寶，是的， 我以為可以變成城堡添咁啊，執冇兩頭你嘅 ，OK， 唔算咯，係咯，咁就沙丘續集係唔係今年上？好似係啊，聽講係，係啦，阿架黃車嗰個咧，聽講係致敬呢一個雷鵬三世嘅喎，我睇過一個報道話係致敬雷鵬三世，係嗰架車嚟噶嘛，喺《Mission Impossible》入邊係有嗰架車嘅。咁咪係咪真係致敬咧？就我要再緊要咯，我要再揾啲真正有得意嘅，由佢導演把口講出嚟，我就信咯，係。好了，不說了，就這麼多了。今集玩這麼多先，多謝我們的嘉賓許Sir。拜拜。拍那邊吧，麻煩你。這裡，哎呀。上面可以看那個。看那個什麼？探探泰利。好了。好。完。你哋睇紧嘅系，你睇紧嘅系，大家睇紧嘅系玩具 TV、Toys TV、Toys TV 咩？玩具电视。